想不想知道60年不灭的地火烤出来的红薯是什么味道？大家好，在重庆啊，有两个地火村，一个在涪陵，一个在长寿。涪陵的地火村呢，前两天已经带大家去看过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神奇？但是长寿这个地火村更加的神奇，因为它的地火至今为止已经燃烧了60年不灭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去看一看这长生之火。走。我问你，要是这个火燃起来好久了？5、6年。5、6年。哦，10年、8年、10、8年。5、8年。5、8年就燃起来了是吧？5、6年来钻的，钻了个5、7年下半年都把你走了的年多点。5、8年。就从这个地方钻出来的火是吧？哦，这里钻出来之后，四川省第一口井。钻出来之后就把火点起了，一直都有火。钻出来就一直都有火，从来没歇过啊。这有条石油火的嘛？哎，石油火。哦，下面有条石油火。这个拿来给你后辈人生牛气的。重庆人是说的炭火锅，不是上火锅。啥子玩意呢？炭火锅。我就晓得今天有人在这里请我吃饭，要不然我都不来了。提前准备好的。对呀、啊，都晓得我要来是不是、啊？这个妹妹就是地火村的哦。我是隔壁村的。嗯。知道我们要来了，都在这里搞火锅吃呢。对。哎呦，你们太客气了，真的是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地方啊，大家看一下，真的是非常的神奇。这个中间冒出有3个地方有火，包括这里这些地方都有火。然后来的途中遇到一个美女啊，他们在这里煮火锅，也在这里开直播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整个周围的环境啊，这边都是一些玉米地，就中间这一块地方呢冒出来这个地火，特别特别的神奇吧。有朋友会怀疑这个是不是假的，你们看看哪里像假的呀，对吧？整个周边都是一些绿色的田地，不存在假不假，它这个地方就是冒出来地火，至今为止已经有60多年的时间了，是58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开始着火的。我都担心这一户人家把这个玉米棒子种在了这个地火的旁边，等一下这个玉米棒子成熟了之后，会不会有人直接从这儿掰了就走这边烤玉米棒子？啊，你没看重庆人吃这火锅是辣椒啊，除了辣椒就是辣椒。那个喜欢重庆火锅、喜欢重庆美食的，给我们点点关注。竹笋，竹笋，来来来。看到里面鸭子。竹笋下锅。鸭子这个。哇，哎呦。一会儿那个叫什么？我这个毛肚，你们先去准备筷子，筷子准备好了，这个毛肚我就下去。一下就可以吃了，这个火很大的。哎呦，非常感谢重庆美女的热情款待。感谢一下重庆的热情。重庆的辣妹子啊。是的。哎呦，安逸安逸。来嘛来嘛。哎呦，谢。这酸吗？酸。有一点点火也没关系，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。没事，我不是这个酸，等会儿还要用不用？没事，你吃嘛。没用了，不用。这儿的火一直就这么着。对。一直这么燃烧着。这火从。就烧了好几十年了，这个火一直都这样，是天然的。对，这个外地的朋友来来来，吃个毛肚。哎呦，谢谢。哦，这鲍鱼，这鲍鱼。能看看？我去问一下。来来来。这么说吧，这个火着起来的时候，在座的都还没出生呢。是的，是的。其实你们就要关注这位美女啊，她才正儿八经这个地方的人。马上，那你来，赶紧来。人越多越好。这位是河北保定的刘涛兄弟啊，有缘我们今天在这里遇到了。啊，对。吃一吃这个60多年不灭的这个地火烤的这个红薯啊，60年不灭，它好神奇。对啊，来干杯兄弟，来干杯，来。吃了这个红薯啥感觉啊？没啥感觉啊，也不跟咱们家自己的火是一样的吗？不对，你不能这样讲哈。那怎么说？你应该说这个红薯吃起来啊，这个地火烤来红薯吃起来呀、啊，软甜香糯，哎，甜到心里了。嗯，吃了这个红薯啊，
容光焕发，哎，寿年年，美容养颜，对吧？你应该这样讲。而且这个红薯啊，它还很顶饿。我们吃一个红薯能顶一顿饭，这样呢，咱们这个红薯啊就可以卖得贵了。然后别的地方呢，这红薯可能2块钱一个，但是在咱们地火村烤的红薯啊，得20块钱一个，对不对？我们把这个地方呢炒作一下，来的人不是越来越多了吗？等他们来的人多了之后啊，咱俩就搁这儿支个小摊儿，烤红薯卖，你说是不是个好生意？好生意，你想法不错。对，所以说要这样讲，对不对？对，来来，继续干杯。来来，干杯。不过吃这红薯烤起来有小时候的感觉，小时候那种味道。对，嗯。不过这个开玩笑开玩笑哈，但是说真的，这个确实好吃啊，跟烤红薯烤的。嗯，小时候不经常这么烤吗？对，对不对？嗯，一下子回到童年了。对，吃的满嘴，我的嘴黑了没有？没有黑吧？有点啊，有点黑就对了嘛。这人有时候就是缘分哈。啊，你说咱俩天涯海角，在地火村相见。前世500次回眸，换来一次擦肩而过。对，咱俩得1000次回眸。才能坐在这儿一起吃烤红薯。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来吃红薯，妹妹。哎，可以可以。哦呦，我的妈呀！哎呦，不好意思，胖的都对了。啊，你光给美女拿，不给我拿。啊，来来来来，重色轻友是吧？真的是。我烫，好烫。你看你看，给你了，就来。给我烫烫，我也愿意。今天那个美女请我们吃火锅，咱请她吃红薯，好不好？可以可以可以。你贵姓啊？嗯。猜我姓啥？天，姓啥人家能猜得准啊？就离这个很近的这个叫啥？玉。这个、上有什么？这个树上有什么？桃、哦。还有呢？就你现在能看到的绿色的。竹。那是桃子树。那上面不是有竹子吗？绿色的是啥？不，就这个树上绿色的是啥？树叶。对呀、啊。叶。对，是的。啊，姓叶。对。哎，我去，我剥不开啊！你应该问我那个树上有啥吗？对，我刚问了呀，我说那个树上有啥？是吗？那个绿色的树上有啥？完了完了，太笨了。好好好，谢谢。你家就住在这里的？这个、是的，我家就在这附近。这个还没烤熟呢。这个红薯有点热情。太热了。太热了。热情最最火。走过来有多远啊？从你家那儿？走过来的话，可能半个小时吧。半个小时。嗯。哎呦，今天要赶往重庆了，要不然。到去你家玩一下，对，下次可以来，下次去我老家去钓小龙虾可以。你在家里没有，关键是你在外面上班的话，咱去也没意思啊，是吧？但我还是经常会回来的呀，经常会回来。爷爷奶奶在家，我经常都会回来看他们。我们在那也住的挺近的。那今天就感谢咱重庆本地的美女招待喽。啊，就是啊，火锅也吃了哈。吃火锅了。感谢感谢啊。感谢。欢迎你们下次再来重庆吃火锅。一定要来，一定要来。就又来了。好好好好好。